眼泪擦了吧，没什么。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糖真情60秒。你没有想什么想对我说的吗？对，我以前是喜欢你，但是你这个控制已经让我完全没有头脑。你现在别谈这些，你想想咱们一起经历的3年。你别哭了，行吗？ 你怎么能说放下就放下呢？你真正的喜欢我吗？我确实真正的喜欢你，喜欢过你。那我说我以后改呢？你改得了吗？我说我能。你要是能改，我还是会喜欢你的。你说的。对，就是我说的。哎呀。 梁登吧，啊，刚才说的都是心里话，对，过分了，孩子，就为了跟他好，所以可以受尽一切凌辱吗？后来你控制他了，你就倒回头来要来报复吗？这个可不太好。请回吧，两位，回吧。 来，请关门。我其实听 表白的时候，心里面真的很不舒服。哎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现在请拿起手机，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，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，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，边看边聊。直播过后，也可以通过天津 APP TV网络电视或者万事达手机客户端继续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。欢迎大家登录优酷、网腾讯视频、搜狐视频、爱奇艺、乐视视频、PPTV 聚力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。来看看他们的选择，请。 来吧。行了，不哭了啊！以后记住啊，除了你爸和你妈会无条件的爱你，其他人都不会无条件的。爱是要互动的，好吗？行了，回去吧，别哭了，把眼泪收拾起来。哎。